那你跟他说了。我现在音乐都合不上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为什么整体的气氛都很淡的感觉呢？我说我们这个舞蹈是昨天凌晨一点多的时候拉的，然后没有拉完。昨天才拿到，为什么？就本来是有一版，然后换了老师重新编了。第一天那个编舞一直没有完成，再重新改，只有晚上上了一节课，只学了几个八拍。第一天我们练到四点嘛，然后回去又搬宿舍什么的，然后其实没怎么睡，差不多就几个小时，一两个小时。那今天我要看什么呢？你们没有练习的话，只能看中间部分，到一半。我先看吧，好吧。吴炫一，你是队长。张楚瑶为什么跳的比你好那么多呢？为什么他的动作就可以记下来呢？你第一名，他第48名啊。对不起，老师。要不要换一下队长啊？好。不能因为没有练习的时间，你就是这样的状态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带领大家一起往上走啊。你说你时间上不够，观众也不会知道这一点，你就是要给结果。那我刚才上课，我就是一个观众，我就只是看到结果是不好的。老师说我那些话，我觉得他是在反面的给我打一股气吧，所以呢，我今后肯定是要拿实力去跟他讲话。没关系，练吧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次经历，因为我以前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心情。你放松，你站好，放松，放松。对。这个试完了以后嘛，其实练习生就应该这样。你的位置呢？推到这里了以后呢？走回来，绕一个圈，走回来。1 2 3 4，就是练习练习，睡觉睡觉，然后吃饭吃饭，3 4 7 8。好像你跟上了，我怎么瞄他？我觉得录下来比效果好看，没有那个自信啊。3点了。3点。哎，举个队名吧，现在我们。我们用实力说话。我们用实力力说话。到时候舞台见。各位导师，各位女团创始人，你们好，我们是天天用实力说话。对，我们要带来的曲目是 Promise。Promise。Everybody, it's show time.想念前面一起的触碰，喘息时的温度，We making a story, while balling on your body, memories looking glossy, watch the time cause no one's watching。用心被守护的秘密，就算我很委屈，为你我也愿意。我答应了你，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。I promise to you, I promise to you, baby, bab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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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e.
还满意他们的表演吗？满意。其实我想在这里说一句话，其实我们的目标都是那一个，就是向前冲，勇往直前向前冲。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在这里的各个努力还有进步，希望大家能为我们大家投一个珍贵的一赞。 对，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所有创始人们请举起你们手中的点赞器，点赞时间30秒，点赞开始。时间到，我们本场的点赞王是谁呢？是吴宣颖。没错，本场点赞王吴宣颖。恭喜宣颖。接下来问题要来了，我们子婷位子还没坐热啊，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马上就要离开那个位子了。刚刚子婷的点赞数是569个点赞，那我们宣仪有几个赞呢？好难过，我超过自己吗？不会，我觉得会。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，请看。